鸡瞬间就像被点了穴，网友表示不可思议。众所周知，鸡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家禽，它们一般都是生长在陆地上的，虽然长着一对翅膀，但是不会飞太高或太远。在很多人看来，鸡的反应能力有时候还是非常敏捷的，只要人一靠近它，它就会立马逃走。为了测试鸡的反应能力以及智商等问题，国外有几个小哥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，他们抓来几只鸡，然后用手按住鸡的身子不动，然后就在鸡的面前直直地画了一条直线。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当他们把鸡放开的时候，这只鸡居然一动也不动，瞬间就像被点了穴一样。小伙们以为这只鸡是被眼前的直线吓傻了，所以又换了一只鸡来做实验，结果还是如此。这样的结局让小哥们非常的困惑和震惊，很多网友看后表示真是不可思议。其实令人困惑的还有很多，如猫咪见到黄瓜的时候就会感到惊慌失措，甚至会直接跳起来。有几位猫主人曾经尝试在猫吃饭的时候在猫的背后放一根黄瓜，此时猫咪一回头就会迅速跳起来，甚至全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。大家对于这些现象有没有合理的解释？